第131章，朋友的做法。殿下，云公子他离开山庄了。秋月凑上来低声道。宁婉君应了一声，他要走了哦。我知道，他要回京畿了。这一别之后，就指不定什么时候再见了。话说到一半，秋月的腮帮就被宁婉君捏住了。这种时候，你能不能给我闭上嘴，安静的带到一边去？侍女连连点头。宁婉君恼火的收回手，他跟你不同，你只能跟着我，但他不是。当一个工部官员毫无风险，没必要掺和到我要做的事情里来。我若成了，那自然皆大欢喜，我若失败的话，他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是殿下，您就不想多留他几天吗？侍女揉了揉脸颊，小心翼翼道。婢子感觉这段时间您也挺高兴的，我现在是公主，他带多久都没关系，可我要是有一天不是了呢？你觉得墨云的这段经历会不会被人揪出来？宁婉君叹了口气，再说了，他才来一周不到，就已经觉察到了端倪，再待久一点，我估计他能大致猜到我的打算了。所以您在害怕？宁婉君的眼睛一眯，冒出了杀气。秋月立刻双手捂嘴，躬身行礼，婢子告退。侍女离开寝宫后，宁婉君才仰靠在躺椅上，微微咬紧了嘴唇。她心底清楚，自己确实有害怕的东西，万一墨云是在知晓此事之后才决定离开，她会作何感想？光是思考一下，宁婉君都觉得黯淡无光，那意味着对方在利弊之间做出了选择，而且偏偏这选择还不能说她做错了，正因为她做得对，才更让人觉得难受。将来即使有一天他们能够再见，宁婉君自问也不可能再把她当做朋友了，因此他选择回避这一可能，只要没经历过，他就能当着一切不曾发生。毕竟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无比的道路，今后身边注定孤独。哒哒，这时屋外传来的敲门声。走开！宁婉君不耐烦道。他现在不想见任何人。没想到紧跟着的是吱呀一声，房门被推开了。宁婉君感到额头青筋顿时拱了起来，居然没得到自己的同意就擅自跑进来。秋月这家伙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莫非最近确实放松了管教，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了？公主捏着拳头从椅子上一弹而起，打算让他尝一尝屁股开花的滋味。秋月，你给我滚过！然而话说到一半，他便愣在原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墨云。你不是走了吗？我去了一趟金霞城府衙，又没说要离开深州。墨云平静地回道。去府衙做什么？我之前毕竟是六部官员，向他们送信自然是通过官府渠道比较妥当。之前宁婉君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方的用词。是，墨云坦然道。那是一封请辞信，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不再算是六部官员，工部的事务自然也就不归我管了。怎么样，现在我能在金霞城多待一阵了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宁婉君皱起眉头。官员自然可以辞官不干，但好歹得按规矩来，像他这样用一封信就打发的，无疑是得罪人的举动，以后他再想进官场是绝无可能之事了。因为我们是朋友啊。墨云双手抱胸道。你一定是遇到了棘手的麻烦才会不辞而别，悄无声息的离开上元城吧，不想连累到我。问题是这种时候都不相信朋友，那你还能相信谁？宁婉君苦笑，这麻烦可不小，不管是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墨云凝视着他道。因为我知道三公主殿下是位什么样的人。宁婉君一时不知道该接什么好。你可以想好了再告诉我，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了。墨云吸了口气，墨家视我为陌生人，尚书大人肯定也会为此事大发雷霆，所以我只能待在殿下您这儿了。殿下若是不愿意，我也可以搬到枢密府的宿舍区去，那儿反正空房子多，我想夏大人应该不会拒绝我。行了，宁婉君被他说笑了，他还是头一回见到外人眼中清冷孤傲的云公子也会用如此阴阳怪气的话来激他，这事可没有回头路走，那也比某天从忙不完的活中抬起头来却发现你已消失的无影无踪要好。墨云大大方方道。宁婉君走到他身边，亲手关上房门。我要向皇室报仇，公主沉声说道。你是说你的母亲是被当朝贵妃给害死的？听完宁婉君的讲述，墨云心中惊讶不已，他跟公主相识已久，但这是他还是第一次听闻，宫中也没有任何相关的传闻，对外的宣称则是三公主的生母清妃是病逝的。当今圣上一共封了五位妃子，其中唯独清妃不是出自世家的感戚者，她没有背景，亦无靠山，是圣上在登基前看中的一位普通姑娘。此事在许多年后一度成为美谈。她生下我数年后又有了身孕，当时其贵妃合匪香妃所生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太子和二皇子，依旧没有感戚的迹象，反倒是我已能感戚，于是他们联合另外两名妃子污蔑我母亲不忠，与宫中感戚者有私情。圣上相信了此言，命人用药打掉了他的身孕，使得他元气大伤，最终没撑多久便死在了宫中。宁婉君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也是后来才知晓的此事，母亲将这些事情都记在了一本小册子上，最后由李公公转交到我手中。那一年我刚好12岁，讽刺的是母亲逝世仅半年不到，二皇子便觉醒了感戚能力，而太子直到今天依旧无法感戚。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在晚上几年觉醒，或是此生都没有感戚能力，他们谋害的会不会就是香妃而不是我的母亲了？墨云凝声道。这不是你的错。当然不是。宁婉君投过去一个宽慰的眼神，
我还没有迂腐到把是青之仇当作自己的过错，他们犯下这等罪行，自然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说子嗣继成权就是他们唯一渴望的东西，那把他们毕生的希望拉下王座，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复仇。第132章，从头月，他果然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三公主。墨云忍不住心想，一个人到底要坚毅到何种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哪怕将整个皇室当作敌人，他都没有打算将此事埋没。换做自己的话，能坚持到这一步吗？墨云扪心自问，而答案是做不到。光是一直铭记在心，就需要足够多的勇气了。虽然他没有勇气独自踏上这条路，但帮助朋友走下去，他还是做得到的。他知道自己的选择也会成为对方的勇气之一。你如果早点告诉我该多好。墨云柔声道。宁婉君扭过头去，干嘛突然放慢语速？这一点都不适合你。而且你很喜欢机关术吧？舍弃了工部的环境，你以后不会觉得遗憾吗？就算按你说的，我之后是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你的情况，届时也不可能在工部待下去了。为何？你以为我为什么选择了机造局啊？墨云瞪了他一眼。工部各大分局里，只有机造局是为军队制造新装备的，而你曾在边军中如鱼得水。宁婉君微微一怔，这种运输用的机关兽就很适合你征战的环境。我以为历练结束后，你会一直待在军队，直至成为一名领军大将呢。墨云叹了口气，现在想来是我天真了。贵妃他们既然下过毒手，又怎么可能允许你手握兵权？而且，你现在要做的事，很有可能，不，是一定会与大起军队为敌。我再待在工部，岂不是在帮别人对付你？我，墨云摇摇头，打断了对方的话。机关术最重要的不是环境，而在于关键之人，或者说，在于那个关键的点子。现在此人已经在你面前了，与其担心别的，不如让他开心一点，这样他研究起来也更有劲头。殿下你觉得呢？宁婉君忍不住笑了起来。是，要不要让我服侍你，给你揉下肩膀啊？墨云正儿八经地拱手道。臣不敢。两人对视片刻，不约而同地扬起嘴角。谢谢你，公主说道。不客气。墨云则轻声回道。对了，他停顿片刻后问起了正事。你之后打算怎么办？有大致的计划吗？先站稳金霞，再屠深州，只要手握一州之地，就能随时征得兵源和物资。当然，等到了那个时候，上元城肯定会有所察觉，或许在我拿下金霞之前，皇室就会采取行动，这也是最危险的一关。宁婉君缓缓说道。老实说，我之前并无太多把握，估算下来也就两三成的胜算，不过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墨云立刻反应过来，因为下凡这个计划本就是拖得越长风险越大，我原本估计的是3到4年，但它让局面发生了变化。宁婉君自信满满道，等到海盐量产，便能完全排除王家的影响，这也是我控制金霞城的最大阻碍。原来如此。墨云心道，所以公主殿下才会对那门晒盐技术如此看重，相反自己当时说的话被人提防排斥也理所当然了。下凡他也接受你的意图了？不，我甚至没告诉过他我要干的事。什么？公主的回答让墨云大感惊讶。殿下，这怎么能行？下凡参与主导的东西关乎到你的全盘计划，万一他撒手不干了怎么办？你难道想对他用强吗？这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小事，三公主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比太子与二皇子，愿意火中取栗的始终是少数，万一核心人员背叛，带来的损失足绝对是难以估量的。以他对公主的了解，对方应该不是如此粗枝大叶之人。怎么会？宁婉君神秘的一笑，你刚来金霞不久，和他相处的太少，所以才会有此疑问，等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那家伙啊，对整个皇室都毫无敬意，朝廷就更别提了，整个皇室。墨云迟疑的望向宁婉君。没错，也包括我在内。宁婉君耸耸肩，这种感觉很奇妙，但它确实存在。我在他眼中的重要程度甚至比不上那只狐妖。狐妖？墨云发现自己的思维有点跟不上了。哦，就是那个叫离的姑娘，身边还跟着一条天狗。宁婉君若无其事说道。前阵子还有岛国之鬼大巫女，那时候山庄里挺热闹的。扯远了，这些我可以在晚餐时慢慢跟你说。总之无论是妖还是皇室，身份并不会让他区别对待，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如此放心。妖怪能自由进出公主的山庄，而养着妖怪的人是枢密府令部从事。墨云突然觉得这世道确实要变了。你的机关兽研究还会继续下去吗？宁婉君转换话题道。虽然你愿意留下来我很高兴，但我知道你并不喜欢卷入俗世风波中，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然，我之前说的心情好研究起来更有劲头可不是句玩笑话。墨云将自己发散的思路拉扯回来。我打算在金霞重建一个工部。重建？这能行吗？能行，而且我敢打赌这个工部将远胜金鸡的那个，因为两者的起点就不一样。你确定？宁婉君不由得有些意外，他很少见到对方会在事未成之前提前下定结论。我已经将下凡的那本算术书完整看过一遍。墨云认真道。这么说吧，若是我一开始就是通过这本书来启蒙，现在的成就只会更高。他抛弃了所有不必要的东西，用最简单精炼的式子从一个结论推导向另一个结论，就如开枝散叶的大树一般。
足以构建起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而这种思考方式对机关术的意义可谓难以估量。宁婉君挠了挠头，我知道让殿下理解到这一层很困难，但他让我确信成立一个全新的工部并不是难事。墨云按住胸口，招募来的人我将亲自教导，无论是基础学识、算术理论也好，还是机关术经验也罢，我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他的名声必然会传遍大陆。第133章洗劫金匣。夜晚时分，文行远登上万福楼三层，在仆从的引领下走进一间厢房，房内的圆桌上摆着几碟菜肴，数量不多，却都是上等鲜品，例如长如臂膀的深海赤虾，近乎透明的薄沙水餐，以及入口即化的肥美刺头鱼片等等，每一样都价值不菲，倒真是王家的风格。文行远心中冷哼，哪怕会面的重点根本不在吃饭上，对方也不放过一丝能显摆的地方，只不过当他看到桌边坐着的人时，脚步不由得一顿。怎么是你？来人竟是王一安的长子王庆之，此人他也见过许多次，不过那都是在王一安的带领下。虽然早已听闻王家产业大多数都已转接到王庆之手上，但这种俗事并不能让枢密府从事对其高看一眼，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不能感气的普通人而已。我父亲无法出席，我是代替他来的。荒唐。文行远摇摇头，转身就往门口走去。没有了府城，他现在就是枢密府名义上的执掌者，王家居然来的30岁不到的小子跟他密谈，简直是可笑至极。从事大人请留步。王庆之一动不动道，向王家传达会面提议的是您，而接受提议并赴约的是我，从一开始就跟我父亲无关，这点希望您能知晓，与王义安无关。文行远回过头去，什么意思？我父亲已不打算再和公主殿下相抗。王庆之平静地回答道，换而言之，公主扶持的另不从事，他自然也不会再帮你们插手。如果坐在这里的是父亲而不是我，恐怕谈完后不多久，公主就能知道会面的全部内容。王义安现在一切安好，但已不适合再过问家事，你能做主？是，不然我就不会过来了。文行远迟疑片刻，又缓步回到桌前，那老夫就不兜圈子了，丑话说在前面，要是你兑现不了你所说的话，枢密府不会就此罢休。自然，王家绝不敢敷衍枢密府。王庆之微微低头道。文行远轻哼一声，拉开椅子坐了下来，很早以前你们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地下势力了吧？据老夫所知，这东海帮的前身乃是一群海寇，私下饲养贼子，王家的胆子确实不小。王庆之沉默不语，官府看在睡前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奇怪，但枢密府就没这个顾虑了。文行远接着说道，老夫这次找你们王家就是想借着海寇一用，你若是同意那一切好说，若是不同意，私通海寇的罪名你应该清楚。他点点头，您打算怎么用让他们洗劫金霞城？王庆之露出意外之色，您确定我需要一场金霞城被袭击的假象？文行远回答道，张问道的那番话给了他不小灵感，紧急情况下他确实能越过章程直接暂任府城之位，之后再上奏金鸡枢密府，不管上面怎么回复，这个时间都足够供他将下凡踢出枢密府了。而金霞城遭到海寇袭击，无疑算是重大险情，尽管深州已经几十年没有发生过寇灾，但只要不造成太大损失，朝廷估计也不会给予重视。于是他想到了王家，一条家养的狗自然比狗来的温顺，何况这个养狗之人还有把柄握在枢密府手中，这恐怕不行。王庆之沉吟片刻，不是我不愿意，东海帮说到底只是个江湖帮派，人数满打满算不到1000，您让他们洗劫金霞实在力有未逮。金霞城以前是永国的重镇，西南北三面都有坚固高墙，就算东边靠海的一侧防御薄弱，那也是相对其他几面而言，至少烽火台、弩车、箭塔一个不少，光是城门一闭，卫兵们往城墙上站着，都不是一群黑帮分子能够染指的了。最关键的是，深州的驻军就有一支在金霞远郊，一旦点燃烽烟，他们最多一天时间就能驰援此地。这些信息文心远显然也知晓，愚钝，东海帮只有1000人，不代表海寇也只有1000人，他们干的是烧杀劫掠，又不是扬帆驾船，你还怕他们装得不像？官府对别人或许有威胁，对王家应该不算什么阻碍吧。至于驻军那边，老夫会想办法拖延，请问能拖延多久？文行远伸出一根手指，太短了，至少得2天。王庆之摇摇头。文行远顿时大为不悦，你这是教书秘府做事，别忘了老夫之前说过的话，大人请见谅。王庆之诚恳地回道，他们并非王家死士，本质不过是一群残忍凶暴的强盗，一天时间只够入城，您至少要给他们留出撤离的空档，我才有把握劝动他们，让他们全部死在金霞城里不好吗？王庆之坚持道，那王家以后一辈子都没法安稳睡觉了。文行远盯着他许久，最终点了点头，最多2天，多谢大人理解，此事你自己去筹备，一切都跟枢密府无关，等到你准备好了提前几天通知老夫。文行远站起身来，老夫也不喜欢逼迫他人行事，王家若是办得不错，枢密府必有回报，你虽不是方士，但你的子孙中万一出现感气者呢？我明白您的意思。王庆之跟着起身拱手，大人不吃完再走吗？文行远挥挥袖子，径直走出了厢房，
等到门关上后，另一名佩戴面具的男子从屏风后悄无声息地走出。他穿着一套镶嵌着金边的束腰黑袍，手上带有金属指套，一头长发直抵腰间。这就是金霞书秘府的从事。听他的语气，好像有求于人的不是自己，而是你一样。王庆之一改之前的神色，露出不屑轻笑。方氏都是这样，他们从心底就看不起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这很正常。毕竟感气者更接近这世界的本源。男子不以为意道：“只是身为从事，他的水平着实让我有些失望。以前的五品方氏可没有迟钝到这种地步。看来长久的安稳生活确实会让五等变得软弱。”他顿了顿：“当然，普通人在某些时候亦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若没有你和你父亲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获得大量食盐。”第134章制服。此人是他通过东海帮联络到的帮手，或者说对方代表着海对岸诸国的利益与意志，这也是父亲不愿意轻易借助的力量。和东海帮不同，他们不可能受王家控制，而无法被控制的力量，父亲总担心有一天会焚烧自身。王庆之同意父亲的观点，但那是在王家能够平稳壮大的基础上，如果连家族的延续都岌岌可危，那还谈什么稳妥与制衡？你们想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王庆之沉声道：“我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广平公主必须死。枢密府的谋划恰好给了他一次绝佳的机会，海寇掠袭必然会带来大乱，而满城大乱则是动手的最好掩护。只要把公主的死推到海寇身上，王家的危机自然迎刃而解。这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男子坐下来道：“自从你们这位公主驾临金霞城后，我方就接连损失了不少好手。这只能说明一点，公主身边有高人保护。据我所知，枢密府的新晋方士下凡，不可能是此人。”他直接打断了王庆之的话：“三花木忍都情有可原，但东海帮骨干一夜之间全部倾覆，这样的人不应该屈尊于地方枢密府内，唯独公主的身份才有可能将其招至身边。对了，望福街发生的事情你已经查过了吧？”王庆之点点头。周围的居民听到了巨响，井下方的墙壁一片漆黑，无疑是焚烧所致，加上当时短暂却强烈的震动，我猜测是一场爆炸，只是现场并没有多少硫磺味。没硫磺味就对了，那不是常规的爆炸，而是某种强大的离束。男子敲打着桌子道：“快速致命，不给人以反应时间，还偏偏对邪祟有所克制，怪不得安世明会死在那里。可惜了五等的布置啊。你不是说你们连枢密府都能抗衡吗？就算对方再厉害，那也只是一个人。别误会，我是说他不容易，并没说我们办不到。”男子轻笑一声：“只是这报酬吗？三倍的盐。”王庆之斩钉截铁道：“哦，三倍，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对方摩挲着指尖的金属套，言语里充满了怀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金霞城周边的树林数量已经影响到制盐效率了吧？但深州的树林还有许多，只要把运价提高同样多的倍数，所有往来的商船都会运上王家需要的东西。”王庆之对这一点有十足的自信，短期的赔本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家数代积攒下来的财富已足够他亏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也罢，那是你要考虑的问题，王爷安好几年都没同意增加产量，没料想倒是从你这儿获得了进展。男子算是接受了这一交易，那边会再派批人过来，你也要早些做好准备。王庆之将双方的酒杯满上，随后端起其中之一：“祝合作愉快。”男子的面具下看不到表情，他沉默了下，也端起了剩下的酒杯：“不错，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都会觉得愉快的。”凤阳山庄中，夏凡正在尝试整理归纳方术的发展路径，这也是他从天动仪那里获得的灵感。既然代表着星象轨迹的符号能将坤术定天变成坤术星玄，那么其他方术所使用符箓是否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进，甚至是一统？由于屋内不适合进行术法测试，他依旧选择了后院作为自己的研究场所。自从上次电磁炮击穿院墙后，公主已经将这处住所划为了他的专用领地，平时有侍卫把守，即使他不住在山庄时，闲杂人等也不得入内。此时的院子里除了一狗一狐外，还有一座铁架与半部机关兽，这也是宁婉君要求他暂时住在这里的原因，便于墨云随时向他探讨算术与机关术等有关的问题。平时墨云总会在早晨四时到来，今天却意外的迟迟不见身影，因此夏凡决定先解决下自己的疑惑。桌上一共摆着五张符箓，这些符箓都是照着术法基础秘录所绘，分别是阵术流光、离术出名、砍术静心、驯术符流，以及从东海帮那儿缴获而来的紫色荧光咒符。为了确保可靠性，他还让洛优使用自己绘制的符柳符箓施展过驯术，而后者的反馈是效果偏差，但依旧能用。这也证明了绘制符箓和所思所想材料影子一样，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术法越复杂这个影响就越大。不过这并非他今天想探究的重点，夏凡想试着弄清楚符箓上的笔画能否被更直观，或者说更标准化的图示所代替。这就对了，一旁遛狗的黎欣慰地走过来道：“你总算走上了正确的研究道路，你是指画符吗？”夏凡哑然失笑：“没错，按我师父的说法，大多数术法的改进都由符箓带来，毕竟它比材料更贴近思想，也更容易异化。”
至少看起来要比亲手打造铁木架子正常许多。狐妖心想，你是如何学习制服的？他突然有点好奇，先思考术法的表现形式，再进行解析，最后与符箓样本结合起来，形成记忆。离回忆道，赵大海虽然教的没这么细致，但内容大差不差。夏凡若有所思道，果然，制服的前提是先解符箓上画的是什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问题就出在这个理解上。他叹了口气，将静心符摆在身前，你解释一下这些歪歪扭扭的线条都代表什么意思吧。是感知与情绪波动。离指着一条曲线道，比如这个，他面前起伏很大，后面绕圈且逐渐平息，证明情绪正在所缓和，而它上下连接的图案正是我们的头脑心脏。当然如果是我来画的话，会将上面的图案扩得更大一些。我认为在情绪意识上，头的作用要大于心，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如果没人解释，他估计一辈子都参悟不出此符的含义，而即便有人解释，他也很难将其记住。以前背个朗朗上口的课文都能精疲力竭，更何况是这些宛如哑铃般的线条。那你能使用它吗？我试试。离拿起符箓，伸手指指在一旁跑圈的山灰，砍树。静心，柴犬状的山灰突然放慢了步伐，他歪歪扭扭走出几步后，直接往地上一趴，并翻过肚皮来，像是进入了懒散的晒太阳状态。第135章演化之路。不太行，只能说勉强可以用来引动术法。离摇摇头，但他确实安静下来了呀。犬妖对砍树的抵抗能力本就很低，如果是我来制服他，此刻应该已经呼呼大睡了。狐妖抖了抖耳朵道，好吧，看来照猫画虎临摹出来的符印和失败品无异。符箓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此，好比一个草书字，在某些人眼里美妙无比，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却如同鸡爪锁刨。若按照离的想法对静心符进行改进，换作另一个持有其他观点的方式，恐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别的符箓同样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夏凡至少能理解上面图案的意思，比如扶柳树，上面三条倾斜的线条代表着飘动的柳条，而下方几道横着的曲线应该就是荡开的湖水波纹了。尽管有点抽象，但这是千百年精炼后的成果，再简化容易和其他符箓混淆，而更精确的绘制又浪费笔墨，效果提升的也不明显。正因为能理解，所以在洛幽儿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静心符大得多。离树出名则十有八九从篝火演变来，阵树流光看上去像是倒映在水中的闪电，唯独那张紫色的荧光符，它完全无法把上面如同斑点的符印与任何现实之物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砍树静心还有迹可循，那么这个就有点像是扭曲涂抹过的乱码了，也不知道这幅诡异的图案是什么人想出来的。显然除开最后一张咒符，这些符箓的发展过程像极了文字，它随着人们对术法认知逐渐深入而逐渐演化，只不过更加私密一些，文字需要用来交流，而术法心的却不必。最关键的是，它既非天定，亦不是神明所赐。夏凡心中渐渐浮现出一个思路，他展开一张绸纸，开始绘制起符箓来。想要令它是符而不是涂鸦，就得在心中构想出术法的效果，并将气注入笔上。至于是用墨水还是用朱砂，差异倒是微乎其微。他也听师父说过，一些方式喜欢用自己的血来制符，施展的术也会更强一些。对于这种自残行为，他还是敬谢不明。山灰从地上爬起来，我刚才怎么了？突然觉得地上好暖和。嘘，离比了小声的手势，夏凡正在研究方术，你去院子外面溜达吧。大人，是在绘制心符吗？柴犬晃动着尾巴道，这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事吧？原来你也知道，我曾见巫女大人做过，她把自己关在寺院里折腾了快一周，最后还是没能成功，确实没那么容易。离望着奋笔疾书的夏凡，眼中带着盈盈笑意，赌符就跟赌石一样，人脑海中的念头五花八门，谁也不知道哪一种会起效。而提炼至今的基础符箓已经历了万千方式的检验，不过如果是夏凡的话，应该不会徒劳无功，毕竟他脑袋里的思路和正常人都不太一样，我估计花个几天的时间应该能。刚说到这里，他便见夏凡抬起了手，当那道符印化作青烟时，一条紫色的电光赫然出现在他面前，看上去像是流光术，但无论是光弧的粗度还是紫光的长度，都比之前的阵术有了明显改变。这道扭曲的电弧一直蔓延至院墙边缘才消失，同时空气中弥漫起了一股轻微的腥臭味。他才画了几张符，这就成了。离愣在原地眨了眨眼，尽管猜到夏凡会比一般人快，但没想到能快到这种程度。果然符箓的表达并不限于自然描述。夏凡放下笔，长出了一口气，你都画了些什么？作为山庄里术法知识最为全面的人，离不由得好奇心大增。他走到长桌前，拿起其中一张草图，然后他看到了一幅天书，几条横平竖直的线段构成了符箓的整体框架，有的直线连接着一段波浪曲线，有的直线则与小方块相连，它们的排布似乎遵循着一定的逻辑，但整体来看却让人一头雾水。离立刻意识到，此符箓和任何一种基础阵术符文都毫无联系，纯粹是一类新的符印，改进就已经足够困难了，更何况是完全自创。若仅仅是换汤不换药也就罢了，
毕竟一些方式会通过一一对应的方法将咒符的笔画换成自己才知晓的图案，以此来增强保密性，但该做法会相应削弱术法的威力。而刚才的闪电表明，这种全新的构架并不以损失威力作为代价，它本质上是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只是离实在没办法把这些方方正正的东西和一闪即逝的弧光联系在一起，一个简单的生涯电路而已。夏凡笑了笑，没有做太多解释，因为这玩意不从头说起，任谁都很难理解那些线条和方块所代表的含义。毫无疑问，这张符箓目前跟铜丝坠一样，只对他一个人有效，但前者可行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它意味着通过规范来减少思想上的差异是可行的。不同人手中代表通路的线段画的是长是短，代表组织的方块画的是大是小，都不会影响另一个人阅读此符的效果。即使过上数十乃至上百年，符印中心增了什么部分，改变了哪些路线，后人亦可一目了然。当这种规范有朝一日能够传播开来，大家都按照这一思路来改进术法时，哪怕是封国方式所绘制的符箓，起国方式也能取之即用。更重要的是，星星或许将不会再成为跨门类研究方术的阻碍。一个完全无法施展阵术的驯鼠方式，在学习掌握这套规则后，也有可能提出对阵术具有极大启发意义的建议。事实上，跨学科出成果这种事情在科学史比比皆是，在一项研究中获得的灵感往往能运用于其他项目，这就是框架的意义。当然，夏凡清楚这套框架仍停留在象征层面，而且除开阵术外，他一时半会也对其他术法，特别是砍术和钱术这样的方术没有太多头绪，但树立起一个框架的模板后，谁敢肯定以后不会有模仿者跟上。即使很久以后这套符箓表达方式被淘汰，那也说明人们对术法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为先导者，他并不会为此感到遗憾。第136章，墨云的爱好。李忽然竖起耳朵，听到有人正朝院子走来，他一把抓起狗腿拖进了屋内。步入院子的正是墨云。早上好，他大方地点头道。夏凡微微颔首以示回礼。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昨天和殿下彻夜长谈，所以稍微起得晚了些。墨云坦然解释道。今后我会长期住在京下，在算术和机关术方面还请你多多赐教。赐教谈不上，最多算彼此学习。夏凡能看出来他的心情十分不错，加上又是和公主详谈整晚，又是要久居京下，恐怕对方已经被公主劝上贼船了。明知要走上一条风险巨大的荆棘路，他却甘之如饴，只能说公主的忽悠水平跟他难分伯仲啊。你在研究新方术吗？墨云注意到了桌上凌乱的符箓与磨好的墨水。不过已经结束了。夏凡简单收拾了下。要继续测试机关兽吗？这个不急。他左右看了一圈，请问黎姑娘在吗？在，倒是在。你找她有事？夏凡有些意外道。昨天公主和我聊了很多事情，包括妖的身世来源。黎姑娘之前一直都遮掩了自己的尾巴和耳朵吧？每逢我在这里的时候，墨云缓缓说道，我想对她说声抱歉，因为她本可以穿着的更轻松舒适一些。原来如此。夏凡转头看向屋内，你觉得如何？无妨，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外面这么多年我早就已经习惯了。黎重新走出屋子，以完整的模样出现在两人面前，山辉也从黎的脚边探出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妖。墨云发出一阵感叹，以前总觉得妖怪都是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的异类，现在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可笑。一般人会这么想并不奇怪，黎对此倒看得很开，也只有真正的异类不会觉得兽耳和粗瘦尾巴丑陋了。不过你能理解也是好事，大热天戴个布帽确实不太舒服。等等，夏凡心里一顿，他为什么觉得狐妖与墨云对话时气场十足？还有后半句话干嘛非得瞟一眼自己？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墨云犹豫了下，最后才低声说道，能让我摸摸你的耳朵和尾巴吗？此话一出，夏凡和黎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几天接触下来，他们发现墨云除了学识过人，精于手工之外，并未展现出任何异常之处啊。这还是免了。黎咳嗽两声，我不太习惯跟人靠得太近，你实在有兴趣的话就拿天狗试试吧。山辉去。哦，山辉晃悠悠地行至墨云面前，后者蹲下来伸来，伸手抚上了对方的头顶。好软。墨云感慨地拨弄着柴犬的耳朵道。山辉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不过没多久便闭上眼睛，心安理得地享受起这番梳理来。看着墨姑娘乐此不彼的模样，夏凡心里忽然惊觉，莫非此人本质是个猫狗爱好者？那个墨姑娘，莫非你喜欢小动物？我还在墨家的时候就养过鸟和狗。墨云点点头，有一段时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正是他们陪我撑下来的。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比跟人在一起更轻松，只不过后来去了工部，住所搬到了机造局内，也就没办法再养宠物了。他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有些不妥，连忙补充道，抱歉，我不是把妖比作动物，只是觉得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李扬起嘴角，这没什么，妖的举动有时候却实会和动物相仿，只能说天性使然，至于会不会对此观点有意见则因人而异，至少犬妖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那我就放心了。墨云松了口气。不过为何山辉是天狗形态而黎姑娘不是？
他平时也是这样子吗？变身会不断消耗气，而适当的消耗对妖有好处，这就跟人类修炼一样，活动越多的部位越结实。对于只会凭本能行事的天狗来说，变化形态是他为数不多的消耗途径。我就不必了，无非是施展几次术法的事。夏凡听出来了，离这是在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另外，莫云这喜好道也挺让他意外的，他在制作机关兽时那专注的镜头，以及沉迷于代数几何的模样，都像极了一名机械狂热爱好者。完全进入工作状态时，能用一句话概括的他就绝不用两句，加上那1米7多的个头与紧皱的深邃眉眼，说他是冷若冰霜也不为过。但现在他却被山辉逗得哈哈直笑，只能说人和人不能一概而论，反正机关兽这种东西也不敢进度。夏凡索性找了个阴凉处坐下，享受起这短暂的闲暇来。离跟着坐下，杨梅望向他，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等他开口，夏凡便主动承认道，我错了，虎和犬确实不属于同一类，以后再也不会提了。离得圣般的抬起了头，那边山辉已经绕着莫云跑了起来，大概是想向莫姑娘展示下天狗的实力。他的速度和之前判若两人，一开始夏凡还能看到柴犬的全貌，很快便只能捕捉到一抹灰影。好厉害，这就是妖的本能术法。莫云啧啧称奇，是，不过这地方并不适合奔行。夏凡无奈地摇摇头，让山辉停下来吧，他现在估计只能听到风声，还是用静心术吧。离站起身道，但他的阻止似乎晚了一点，难以控制住路线的天狗从小圈跑成了大圈，并明显偏离了莫云。只听到哐当一声，山辉与摆放符箓的长桌发生了亲密接触，天狗抱着头翻滚起来，而缺了一条腿的桌子也应声倒下。这蠢狗，离不禁捂住了脸，一时间空白的手指漫天飞舞，洒落的到处都是。就在这时，夏凡注意到那张紫色的荧光符忽然闪烁起来，而他飘下的位置刚好在机关兽附近。随后众人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只见空无一人的机关兽竟然颤抖起来，片刻之后他的关节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紧接着两条粗壮的木腿前后迈步，轻易拉断了固定用的木架，以极其古怪的姿态朝莫云撞去。第137章聚魂符。站在机关兽前方的莫云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变化，他虽然是感气者，但并没有多少战斗经验，一时僵在了原地。此时的双足原型机比之前要完善许多，不仅凑齐了两条腿，还在上部安装了个靠椅，个头已比莫云高出半截，重量更是逼近两个成年人，如果被正面撞到，重伤几乎难免。离，夏凡大声喊道。他声音出口的同时，离的身形迅速膨胀起来，一只巨大的狐狸赫然出现在院内。他抬起前爪朝着机关兽拍下，正中两条腿之间的连接部位，而本来就是作为原理样机打造的机关兽并没有做任何加固，被这是大力臣的一爪直接从中央拍断，两条木架腿踉跄着歪倒在地。见威胁解除，离也随即变回原样，理了理自己略有些皱巴的衣服，你还好吧？夏凡走上前去，莫云则一脸心疼地望着机关兽，这是他连着好几天埋头苦干的成果，结果不到眨眼间便重归于零。我没事，多谢离姑娘相救，刚才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夏凡转头看向地上还在来回摆动的关节，此时并没有任何人向天洞仪注入气，那么最大嫌疑就是那张诡异的聚魂符了。按公主的说法，这东西容纳的是邪祟的气，只有枢密府镇守以上的官员才有驱动之法，同时他的解封还需要特定条件，单独使用则毫无效果。他目睹熟人唯一一次施展，正是在青山镇市考中，利用大荒煞叶将妹凝聚成了魔，只不过他十分不喜欢这种阴暗诡异的东西，因此也没做多问。夏凡靠近损坏的木架，附身捡起了那张符箓，此时他已不再发出荧光，上面的印文不知何时淡得无法辨认，仿佛成了一张陈旧的普通绸纸，看来十有八九跟这张符有关了。夏凡抖了抖手指的咒符，将其来龙去脉简单向莫云讲述了一遍。枢密府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对方露出震惊的神情，他们不是专门消灭邪祟的机构吗？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夏凡耸耸肩，枢密府是永国瓦解后独立出六部的机构，但方氏的历史要渊远得多，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继承关系也不为过。而高山县石窟里的青铜形器已经证明有方氏早在百年前就对邪祟展开具体研究了，这东西能让普通人也可以驱动法器。莫云忍不住低呼出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激动地来回走动，似乎有许多话想说，可没过一会儿脚步便慢了下来，眼中流露的神色极为复杂与矛盾，即使不用问夏凡也能猜到对方的想法。莫云无疑第一时间想到了他的广泛前景，感气者的数量直接限制了机关术的运用，加上官府对方式的看重，使得机造局大多数成果都只能在军队枢密府的管辖区域内小范围运用，倘若能打破这一限制，机关术必定会迎来史无前例的腾飞。可偏偏这符箓跟邪祟有关，邪祟不会无缘无故诞生，倘若真有一种方法能将邪祟的气风存在符箓中，那也代表着生灵的枉死。作为研究者，改良并推广机关术对他有着难以想象的诱惑力，
但它终究难以把邪祟之气当成机关的驱动能源。你也不必过于烦恼。夏凡沉吟片刻后开口道，我觉得它并不能带来机关术的变革。方氏稀少的根源是因为被枢密府垄断，若能敞开来用，也不至于会是如今这样子。为何？墨云眨了眨眼，它能让普通人都用上机关术啊？真的吗？夏凡压低声音，我熟悉操作这架试制品花了多长时间，即使到现在我都不敢说能控制它游刃有余的来回奔跑。你的意思是？离忽然倒吸了口寒气，他每条腿都有两个天动仪，必须相互反转才能模拟人的动作，而天动仪又不存在默认设置，只是注入器的话根本动不起来，最多是扭断关节罢了。夏凡顿了顿，但这东西从一开始对四处关节的驱动都是准确无误的。狐妖忍不住双手抱胸打了个哆嗦，墨云的脸色也有些发白。默认设置这个词虽然听起来颇为拗口，但他也能理解夏凡要表达的含义。你是说这架机关兽在动起来的那一瞬间是有意识的？我只是猜测，不过邪祟之所以能成为邪祟，就是因为强烈的气散之不去所致。若仅仅是单纯的气，那么天地间到处都是，又何须向聚魂符借用？这个假设就很阴森了。没有实体的气释放出来后，依旧会凭借本能袭击活物，哪怕躯壳换成了机关兽也一样。如此一来，别说给普通人使用了，光是流入到民间都是一件危险的事。呼，你说的不无道理。掐灭了用此法普及方术的可能性后，墨云很快恢复了常态。邪祟还是彻底消灭了的好。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山辉也从撞击中回过神来。为什么你们造的东西散架了呀？我应该撞的是桌子才对。三人的目光齐刷刷盯向了他。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吧？天狗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怎么处置？黎面无表情地问道。在墨姑娘完成修复前，就由她来承担所有脏活累活吧。夏凡朝墨云点点头，若有什么需求请尽管驱使，她不会有意见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后者扬起嘴角笑道。最终墨云也没把山辉当苦力来驱使，他只是让对方保持柴犬的模样，在自己工作累了时偶尔摸上一把。看来猫狗解压法是贯穿多元宇宙的通则。夏凡也想效仿对方，问题在于他更想撸正常形态下的狐妖，而不是变形后的狐狸。这一来一去的差异反倒让他不好说出口了。就在墨云重建机关兽的这段时间里，夏凡顺带将其他存在可能性的符箓创造框架也尝试了下。比方说用化学式来表达离术中跟火有关的术法，用物理定律来阐述迅速中风的产生与变化，但测试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经过分析一番后，他认为这恐怕跟符箓的表述方式有关。无论是抽象的风吹拂柳，还是电流在线路中被放大，展现的都是过程图景，与脑海中构想这一现象如何形成的思路相互辉映。可是化学式和定律公式不同，它们本质上是一种专业语言而非图景。好比将式子中的化学元素符号换成通俗文字后，依旧不会改变其意思，甚至可以直接读出来。而单纯的陈述性文字并不具备引动方术的力量，否则符箓上就应该全部是一段段的句子了。按照这个思路推测下去，夏凡认为自己如果能够在绸纸上画出燃烧过程中渐能变化能量吸放的景象，说不定可以当作符箓来用。但一是那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二是他真不确定这世界的微观结构是否还和他常识中的一样，也许画得越细反而错得越多。毕竟这个世界有气存在，这也是夏凡选择从数学叫起的原因。第138章借头一用。除开思索新符箓外，夏凡还抽空编写了一本邪祟应对自救指南，这算是他很久以前就想做的东西。上面不仅介绍了魔鬼怪的区别，还细致入微地教导众人该如何辨别什么是邪祟，而什么是幻觉。如果真的遇上邪祟，该如何借助手头工具或身边环境进行避免与自救。另外他还特意在手册开头提到了妖，考虑到公主尚未完整掌控金霞城，因此他只是隐晦地提到民众一旦遇到妖类应积极向枢密府报告。这本手册最大的意义就是揭开邪祟身上的神秘面纱，靠民众自己来完成初期的鉴别工作。张夫子曾提到过枢密府方式根本无暇顾及深州各地的小型邪祟事件，但实际上许多起案件都跟田家老太的经历相仿，媚和良只要应对得当，一乡一村之民有很大概率可以自行解决。例如用烛火限制隐媚的行动，用宣纸或薄布来令虚良显形等等，就算普通人应付不来，有了这本册子，至少像他师父那样的游方修士再也不必凭经验去除邪，如此一来亦能降低邪祟的危害程度。另外这段时间里枢密府令部也没闲着，有了赵大海带队的除祟组和李兴率领的刑侦组这两条臂膀，夏凡已让令部开始调查金霞城与附近乡镇可疑的历史邪祟案件，并对过去的漏网之鱼进行清算。迄今为止两个小组已将四名往昔的凶犯缉拿归案，而无一例外的他们无不是乡间豪绅便是地痞恶霸，手下的人命多达十来条。对付这种渣子，夏凡根本没有太多好话可讲，验明正身确认犯罪事实后统统收监，按照传统秋后处斩。官府为此不止找上门一次，要求他停止类似的越权行动，
都被他用邪祟相关的理由抵了回去。而公主也在另一边对官府施加压力，质疑府衙为何屡屡放过血案凶手，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以至于在民间都引起了不少话题。当地人渐渐发现，这位分封公主似乎并不像故事书里的那些天之娇女一样待在自己的宫殿里足不出户，她不仅经常往来于枢密府中，有时甚至还会跟普通人那般坐在路边的茶摊前喝上一杯凉茶。按下凡的话来说，此招乃是赚取政治热度的最有效方法，杞国的百姓哪见过这等清明的公主，若是有人能和公主搭上一句话，回头都可以说上好几年，更别提及是巧遇、同逛一家店铺、临时演说等精心打造的露面场景了。一番经典套路下来，广平公主一词出现在民众闲谈中的频率愈发高涨，而官府自然地被摆到了对立面。可以说金霞城的一切情况都在朝着下凡和宁婉君预期的方向稳步发展。城北王家府邸，金霞府衙的几位主要官员都被王家私下邀请前来共进晚餐，当然吃饭是小事，公主和枢密府的一连串举动才是令他们头疼不已的大事。如今王义安说要秘密聚首共商应对之策，他们自然是乐见其成，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崔都由屁股还没坐热便愤愤道，枢密府下凡那小子都快登到我灯脸上来了，而奏章至今没有批复，朝廷难道没有看见枢密府的手已经伸到不该伸的地方来了吗？他主管暗宴刑狱，因此受到的影响也最大，下面已经有许多官吏在抱怨令部公然插手行审职权，这本是政绩的重要考核部分，加上还真给对方翻出了几桩陈年旧案，这一来一去差距就更明显了，手下办事者人心惶惶，他自然感到权柄受到了威胁，朝廷未必能看到，京畿枢密府怕不是故意放下凡这条狗来试探六部的底线。刘公曹叹气道，那帮眼高于顶的方士只怕早就对现状不满了，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妈的杞国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子。诸位大人，我看事情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先行来招待众人的正是王义安的长子王庆之，作为王家下一任接班人，他也算是深州官场的熟面孔了。事实上我父亲早已与枢密府另外三位从事通过气，他们一直对下凡的做法深恶痛绝，之所以奈何不得，主要原因有两点，我猜其中一点是公主殿下几位主官中最为沉稳的无疑是金霞城的执掌者萧太守了，他年过半百但精神依旧抖擞，属官抱怨各不停时，只有他波澜不惊的一口一口喝着小酒。大人正是如此，王庆之恭敬地回道，公主虽然已不在上元，但想必人脉依旧存留，而令部所抓之人又确实跟邪祟有关，只要稍加渲染让上面迟迟不下判断并非难事。公主我们动不了，萧太守直截了当道，不仅动不了，我们还得好好看着他。所以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枢密府目前暂无府城坐镇。刘公曹一拍手道，对啊，周大人走了，所以下凡才无人可治，要是再来一位府城，岂不是一伸手指就能把那小子按死？您说的对，王庆之笑道，可惜枢密府的调动不像六部那么方便，毕竟四品以上的方士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走正常流程恐怕得花上一两年的时间，如果不走正常流程呢？萧太守立刻抓住了关键，那就是秋末之前。哦，其他人顿时来了兴趣，此话当真？要如何实现？广平公主之所以能闹得沸沸扬扬，全然跟下凡脱不开关系，无论是打击江湖帮派也好，重查陈年旧案也罢，名声虽都给公主赚了，但实施者始终是令部，金霞城需要一场紧急情况，王庆之环顾在座官员，当险情发生时，枢密府方士可以按资历临时填补缺失职位，这便是给予下凡致命一击的机会。众人一时哑然，萧太守眉头皱了起来，紧急情况在金霞城中，不错，比方说海寇袭击。王庆之扬起嘴角，荒诞。太守猛地站了起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可是深州首府本官的地盘，你不过一商贾之子，哪来的胆子说出此等狂言？王义安呢？让你父亲出来说话。说到这里他忽然摇晃两下，伸手按住了自己的额头，大人不必跟此子置气，你小子说的什么屁话，还不给太守大人道歉。崔都由和刘公曹连忙扶住自己的上司，但很快两人发现自己也站不直双腿了。萧大人说的极是，王家除了智言卖言以外再无所长。王庆之双手交叉抵在嘴前，正因为王家只是一介寻常盐商，所以才对海寇之事无能为力啊。太守感到视线猛然模糊起来，另外几名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跌跌撞撞走出数步便挨个栽倒在地。王庆之你想做什么？他瘫倒在地，颤巍巍的伸手指道，本公子想借各位的头一用。王庆之平静地回答道，那也是萧太守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语。第139章无人在意的真相。片刻之后房间里再无一丝动静，王庆之越过东倒西歪的官员走出房间，守候在外的吕师爷朝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他们带来的人你都解决掉了吧？是，这迷香效果很好，那帮人没一个人能察觉的。吕师爷朝屋内看了一眼，少爷打算如何处理他们？留下都邮和公曹灌药弄成傻子，其他人就都杀了吧。
王庆之将自己要做的事早已推演过数遍，但杀的时候要注意方法，特别是太守大人，毕竟他们都是和海寇英勇奋战，最终不幸牺牲的好官。至于活下来的两人就比较可耻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最后因为惧怕担责与惩罚，活生生变成了失心疯。吕师爷咽了口唾沫，真要做到这一步吗？不，我并不是在质疑少爷，只是他们也曾关照过王家，他们关照的是阙延商，是延税，唯独不是王家。王庆之摇摇头，你不会以为到了这一步他们还有任何活路吧？金霞城被海寇掠袭，公主殒命乱战，首当其冲的是谁？当然是金霞城的大小官员。第二需要负责的是谁？深州牧和驻军将官。好的结果是剥去官职，流放边境，坏的判刑受死，斩首示众。金霞城的主官十有八九是后一种结果，相比拷问带来的痛苦与屈辱，在安睡情况下悄无声息的死去，对他们反倒是众仁慈。我明白了，吕师爷低头道，不是别无选择，我也不想如此。王庆之拍了拍他的肩膀，当森林燃起大火，如何才能终止火势？唯有分隔树林，以火攻火方可灭之。他们只要还活着，就可能在受审时胡言乱语，将身边但凡有可能的人拖下水。既然横竖都是死，当然是让他们死的对王家更有利才好。另外，能从此事中收益的不止王家一个。提出此方案的学部从事文心远，恐怕也是冲着一石二鸟之计而来。六部官员认为枢密府万万不可插手地方政务，结果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寇掠袭，便让官府丢人失的颜面无存，枢密府会借此掀起多大的波澜，王庆之闭上眼都能猜测得到。等到这些大人物下场把水搅浑，届时还有谁会在乎真相？相较于朝廷六部和京畿枢密府这两只庞然巨物，王家终究还是太不起眼了啊。吕师爷，你跟着我不会后悔吧？王庆之乘声问道。少爷哪的话，王家待我恩重如山，不管今后如何，我都愿与王家同生共死。师爷毫不犹豫地回道，何况在您身上我已经看到了老爷的几分影子，我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不像他还能像谁？王庆之微微一笑，只是父亲年纪大了，等到此事尘埃落地之后，他会明白这一点的。在金霞城与东岸的滩头有一座古旧的石塔，它建于百年之前，现在已被杞国所用，作为监视入海口船只的哨塔，以及是警用的烽火台。田石就负责驻防此处，与他一起的还有三名士兵和一名武常。看守哨塔虽然乏味，任务本身却很轻松，长达一个月的驻防期内不需要出操，也不用担心被长官训斥，白天靠头头子消磨时间，晚上交接完就去酒肆喝上一杯，日子过得还算惬意。虽然驻守石塔是为了监视河道与大海，但没有人会真为此待在塔顶，那地方白天简直就是个蒸笼，就算现在比仲夏时清凉了许多，短时间内晒出一身汗还是没啥难度的，等汗水和内衬混合在一起时，先不说有多难受，光是味道就足够熏人了，因此想要上去看看的人反而会被大家所嫌弃。喂，石头，不过来玩一把。武长恰好也姓武，因此大家都叫武老大，听说是金霞本地人，背后稍微有点关系，算是这门差事的常客。不了，昨天输了20枚铜板，再输下去要没钱给婆娘了。田氏连连摆手道，万一今天赢回去了呢？对啊，说不定还能给你家娘子多扯块布呢。你们玩，你们玩，我看着就行。新的一轮赌头开始了，三个头子一个碗，简单却刺激。武长有时候也会拿出些其他东西，例如牌九、数签，但最终大家爱玩的还是赌大小。听说你老婆要生了？吴老大一边摇着碗一边随口聊道。快了，应该就是今年的事。田石乐呵呵道，他隔两个月才能回去一趟，而下一次假期正好在驻守结束之后。我看石头哥这是在攒钱呢。有人笑道，好男人都这样，不像你赢的钱都花在了姚简身上。怎么，我又没讨婆娘，还不准找乐子？潘猴子，你兜里一个铜板都没有，哪有闺女能看得上你啊？众人不由得齐声哄笑。田石跟着咧了咧嘴，被挤兑的家伙姓潘，年龄和个头是这轮驻守里最小的一个，大家都喜欢叫他潘猴子，而后者毫无被讥笑的自觉，满是一副有钱不花白不花的表情。行了，我要开盖了，买定离手啊。吴老大将碗一拍，大声吆喝道，今晚是睡石塔还是睡软床就看各位的运气。他话还未说完，头顶上方忽然传来了碰的一声闷响，似乎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塔顶上，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这哨塔只有一个入口，想要爬楼梯上去就必须得经过他们，现在大家都在底层坐着呢，哪可能有人跑到顶上去？但不是他们的话，那上面的动静又是谁发出来的？海鸟应该没这本事才对。不许动，都不许动，下完的柱就不能再收回去。吴老大瞪眼道，看你们那愣神的傻样，不就是风刮倒了什么东西吗？石头，你反正没完，替大家上去看看。好嘞。田石爬起身，将直刀挂在腰间，顺着楼梯向上走去，来到最上层，塔内依旧空空如也。他想了下，干脆推开脑袋上的活动盖板，从天井位置探出头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田石一跳，哨塔顶上不知何时竟多了一个人。你是谁？
怎么上来的？他双脚一蹬，窜上塔顶，右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如果不是看对方穿着得体，打扮像是富家子弟，他这一刀估计都劈下去了。对方转头望向他，神色如常道：“本公子只是路过此处，想要简单占个卜而已。”第140章风暴占卜。你是说算命吗？田石觉得此人有点不太正常。这里是哨塔，闲杂人等不得靠近，算命不去街边摆摊，来这逛荡作甚？哨塔吗？我看这周边一个人影都没有，以为只是一座空塔，便顺着墙爬上来了。对方不紧不慢地说道：“另外，算命是算命，占卜是占卜，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卦盘告诉我有大事发生，所以我特意跟随气机指引来到此处探个究竟。”爬上来的田石斜眼望了边上一眼，这儿离地面足有2丈5尺高，石塔表面又没有多少落脚点，岂是一个普通人能随便攀爬的？他缓缓拔出了腰间的直刀。此人也许家世丰厚，但擅闯哨塔这种事，就算闹到官府那儿，他也说不上理。不如先把他拿下，之后交给吴老大盘问也不迟。只是这刀拔到一半，便再也拔不出来了。田石忽觉眼前一花，对方已靠近到他身边，伸手抵住了刀柄，看似轻描淡写的举动，他却感到刀的另一端重若千钧。既然你们不欢迎，本公子立刻走。就是，何必动刀动枪的？他语气里透露着些许遗憾。不过挂盘既然指向了这里，那说明你们正处在风口浪尖上，不如听我一言，先找个地方避一避，以免被卷入其中。下一刻，他便和田石拉开了距离，直刀顿时出鞘，田石却不敢贸然向前了。这家伙看着纤瘦，力气倒不小，好在他也没有多做逗留，真就按自己所说的那样，迈步朝塔外跳下。这可是近3层楼的高度，田石连忙跑到塔边，朝下方望去，只见对方在摔落前的一刻突然减缓了速度，就好像踩了什么无形之物上，随后才偏偏落地。不过他下落的地方正好有个土包，因此他笔直的身子明显歪了歪，向前摇晃着走出几步后才稳住姿势。接着此人一路向西，很快便消失在田石的视野中。喂，上面是什么情况？你倒是吱一声啊！他身下传来了吴老大的吼声，去了那么久，怎么连个准信都没有啊？我看到了一个。田石一时哽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一幕。一个大概是方士的家伙，听不见，你下来说。田石揉了揉脑门，收刀入鞘，什么狗屁占卜，什么有大事发生，简直是一派胡言。最可气的是他居然还让对方跳塔跑了，这叫他怎么跟吴长解释？说出去怕不是要被大家当成笑柄。看看这一望无际的大海，除了海鸟和云以外还能有什么？田石忽然怔住，在海天线尽头似乎多了几道灰白相间的阴影。他闭上眼睛，伸手揉了揉，重新睁眼望去，那并非错觉，而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海上行进。田石能联想到的事物也只有船了。吴老大，海上有动静！他朝塔底大声喊道。方仙道有条不紊地走进一片平房中，直到视角再也无法观察到自己时，他才蹲下身来，捂住自己的脚踝，直吸凉气。谁能想到那地方刚好凹凸不平，还就给他踩上了，结果就是不慎崴了脚。还好方氏的自愈能力出众，不然恐怕几天都下不了的。方少爷，原来您在这儿，我找您找的好辛苦。忽然一个稚气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方仙道神情一僵，不顾脚踝的阵痛，大步想要离开，但裤脚已被一只小手紧紧抓住，拖着对方在地上摩擦了数丈远，他才无奈地停下脚步道：“千之，松手。”只见一名小姑娘横躺在地上，一手抓着他的裤子，一手护在脸前，似乎不想让尘土弄脏自己的面孔，但她的头发和半边衣服已完全和地面接触在一起，短短几步路便已蹭得一塌糊涂。千之，不松，我不跑就是。哦，小姑娘这才放开小手，撑着从地上爬起。方仙道叹了口气，他知道眼前的女孩并不是一般人。方家之中有一个特殊分家，他们所生的后代中有少数一部分天生具有感气能力，并且体质极强，可谓铜皮铁骨，百毒不侵，但他们也会缺失部分情感与知觉，显得木讷呆板，甚至是健忘，因此被方家称为活死人。这个叫千枝的姑娘便是一名活死人。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老太太听闻您从金鸡枢密府跑了后大发雷霆，说要打折您的狗腿，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千枝，而您所在的位置也是老太太占卜出来的，你不会真想打断我的腿吧？方仙道咋舌道：活死人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停止生长，直至死去都不会再有变化，从5、6岁到20来都有可能。别看千枝和小姑娘无异，但她动起手来，方仙道还真没把握能挡得住。少爷不用担心，老太爷阻止了老太太，还说枢密府那种地方不带也罢，不过您得经常向家里写信汇报平安，否则他们还会派其他人过来打断您的狗腿。千枝一本正经道：在那之前就由我来和少爷同行。什么少不少爷的，明明大家都没有血缘关系。等等，你手上怎么有血迹？方仙道忽然发现自己的裤脚上多了个红色的手印，刚才发现了一个妄图对少爷不轨的恶人，千枝已经把他解决了。放心，千枝没有让任何人看到，就算被看到也不会连累到少爷。坐牢。千枝很擅长
啊，你说的，刚才是我站在石塔顶上的时候，千之用力点点头，才这么一小会儿，自己就已经被旋风波及到了吗？占卜中完全没有提及此点。方仙道沉默了会，也罢，这地方很可能会变得不太安宁，多个人跟着也算多一份保障。方家擅长砍树，精于挂算与推演，因此近身战斗能力并不算强，而活死人便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手段。一般方家的大人物身边都会有一名专属的活死人相伴，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待遇，大概是沾了方家弟子稀少，相比其他世家规模要小上很多的光吧。既然不太安宁，为何还要留在此地？千之歪头道，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跟你说你也不会懂。千之会努力记住。方仙道皱眉看了他一会儿，才摇头说道，你就把这天下事物的演化想象成一场风暴好了，占卜的本质就是洞察这股变化的飓风，但要是术法失效了呢？那就只能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了，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吗？那样不够真切，就跟戏剧一样。什么位置欣赏最合适？当然是越近越好。方仙道抬头望向天空，原本静止的云彩不知何时已移动起来，天边的晨光带上了一丝凉意。你看，起风了。